做人哦，人对阮厝边也是真亲切的，很快啊，本性很好啊，本性很好，对这里的人也很尊重啊，对啊。啊，你知道是他，你会不会去吓一大跳？很感伤，应该这么讲啦。怎么说？感伤。没有啊，他对我们这边的人都很好，还不错啊，对啊。啊，而且很有礼貌什么的啊，没有啊，就很正常啊，很正常。啊，他本性本来就不坏的啊。对啊，有没有听过会闹事打架之类的？不会呢，在我们这边每个人都觉得他还蛮有礼貌的啊，见到人还会问好什么的。啊，但是他之前好像也有枪炮的前科。对啦，之前好像有听说啦，可是有没有确实我们不知道啦。请问有人在吗？伊对阮足尊重的，咱讲实在，伫厝边倒是真好，伊拢袂乌白来。嘿啊，哎，发生这代志，阮拢真正唔知。哎呀，都不知道。因爸爸妈妈嘛，包唔知，因为伊有咧做迄落新名单。嘿啊，无伊是足乖，咱讲实在。听到这消息，哎呀，阮嘛足艰苦的，阮都唔甘的咧。伊对阮足尊重的，咱讲实在。伊来也无甲人听。较皮尔啦，啊！伊因为伊大汉都拢出去啊，阮拢唔知影。韩琪琪，我也从来没有暴力过啊，而且对同学还都还不错。对啊，而且我怕女孩子哭哎，我们女孩子如果怎样的话，跟他讲他什么很那个。哎呀，人伊咧读册，讲伊要保护我，笑啦。不会啦，本性真的不坏啦，真的啦，不是因为这样子才帮他讲。